水一般般。哦。你给我说两个鸡翅咋的？走啊，我带你去看我。给这个。重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果儿，这是我们同村村民家的汽油发电机，这个外壳都已经变形了。接下来我再看看还有其他什么问题。这个电压表破了，需要重新换一个。还有这个壳已经破了，也需要换一个。这个拉盘已经坏了，然后这个防尘罩已经没有了。还有这个化油器都已经不齐全了。这个机器的情况就是这样，接下来我就拆开看看里面还有没有问题。你们看这个线圈是好的，运气还不错，这个电机不用绕线了。看来这里面没什么问题，只是需要清洗一下这些机油。配件我已经拆完了，接下来我就开始处理这些配件了。
这些缺的配件，黄油器、钠盘这些我都已经买到了，接下来我就开始组装了。我之前买的这个匹配不了，它那个高了，然后我又重新买了一个，这个得退了。机器我已经修好了，接下来我就给邻居家送去。哪盘？这块在不在边？在我这里。安全了，热了，都没热了吗？哎，真好了。等到吧。我等会儿试哈，毕竟还没试嘞。来嘞。试好了，不太客气。来了。做机器还挺好的，噪音不大。